第二位，紧一点，紧一点。宣雷，接下来下一位，请面对面站吧。等一下，好，上这边，上这边。所以这一轮当中，他们的出战顺序是。 波波、春林、肖志斌、藤子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其实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总决赛的一个对决了。今天其实希望是我们的四队长来讲一下，四队长，你们的。 夺冠宣言有没有？来讲一下。夺冠宣言，喊点狠话，狠话，对，类似于那种把你们打到四脚朝天，把你们打到四脚朝天。<笑>你是副主将。一博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狠话，就是大家享受这个舞台，最后享受这一期，然后把自己的作品叫好，开心就好。好。 要不要再讲一遍？你要不要再讲一遍？A德姐姐已经播出去了。那算了。<笑>一心，我觉得今天在这舞台上，不管谁输谁赢，都是中国街舞的胜利。所以希望大家赛出风采，赛出水平。其实，要拿出给对方最大的尊重，就是拿出你最好的作品，回敬你的对手。